又带大家来逛大集了啊！今我们青州最大的花卉大集，走。北端的花友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人家养的花那么棒啊？你怎么不往左边看看？养死的花你怎么不看啊，兔宝啊？啊，对吧？”这种就是牡丹根，牡丹根芍药还是很好区分的。这个木质化的是牡丹，这种就是芍药了。芍药是长不出来那种木杆杆，能看到吧？真迷你的小红掌，你看这么大一点，跟指甲盖差不多。好玩啊，这绿地球好看，现在是它最好看的时候，再长大一点都不好看了。好多的话老问我怎么不好看了，我小时候也好看。这个是薄荷啊，食用薄荷。我问我薄荷怎么养，其实薄荷怎么养啊，这个东西在全国各地都实现野生都没问题的，好吧，很好养。很多的花儿都是浇水多，要么就是光照不行。这个叫维多利亚，没怎么见过。老板很自豪，在推销，很自豪。垂丝茉莉啊，我们家也有，你看大集上它也卖。这种叶子呢就是营养不良。小桂花，棒棒糖型的，一看这种土呢就不是我们山东本地的啊，一看就不是，应该是云南或者福建那边的，福建的面比较大，都是福建的应该。桃花，花苞贼多，回家以后得梳理梳理。一个上面有俩的，你就留一个就行了，多了开不了。它里边是杜鹃，我就不进去看了。杜鹃放到里边，一动就完了。扶兰花，也叫非洲菊，这个东西比较不错啊，开起来很好看，也好养。现在不贵啊，现在价格并不贵，应该用不了10块钱，现在这种几块钱一盆，漂亮吧？这种呢都是外商，一般都是摊贩过来进花开这种车。它的上面那种土呢就几块钱一包的了。很多的花友说为什么不卖点好的，卖好的你买吗？进口的一包20-30，这种几块钱还有的赚，20-30它两天卖不一包，一盆花才几块钱，像这种花一盆才卖你10块，一包土卖你30，你能受了？你肯定受不了。所以说呢，都是根据市场来定的。这个是非洲的重瓣凤仙，非洲凤仙。口红吊兰，这个漂亮，不喜欢强光暴晒。这是玛格丽特呀。这个品种少见，还是它养的太秃了，应该是在棚根里边有几颗，完事儿它长得秃了，种了个盆拿出来卖，能卖点就卖点，卖不了就算了。花鸟啊，这个的是真的，好吧。看到了吗？得这么大老大一颗才能结开花。像这种小的天堂鸟你知道是啥了吧？上面这个花是假花，知道就行了。老鸭翅啊，老鸭翅啊，这个漂亮。山东越玩越高端了，慢慢的也有这种高端盆景了。以前少，你看后面这一个大的，
慢慢都会有的。漂亮，逛了一圈大集，也没啥，改天再带你们来吧。